无论是达官贵人，也是无名小卒，只要牺牲奉献、肯吃苦、为别人付出，这拢是过去百年来的台湾精神。台湾活命力，甲你做伙拼。欢迎收看《老三广告之台湾活命力》。来，今日要介绍这位活命人物，什么人呢？哎，看我手中这本册，这本册什么册？叫做《阿三哥甲大金宝》。哎呀，阿三哥唔就是你老三？唔是啦，这古早的阿三哥啦。大金宝，来各位看嘛呢？咱自细汉看的红阿册，哎呀，看到这个古早味佫出来。咱自细汉上爱看的漫画书《红阿册》哦，这里内面的红阿，大家真了解。但是这个作者阿钦啊，你就无了解咯。其实哦，伊是足厉害的人啦。赶紧，伊的故事呢，讲予你听，请看。哎呀，哎呀，阿母啊，阿母啊，哎呀，带你来啊，带你来啊啦！啊，你是做什么歹代志？哪会惊到安尼？吼、哦，搁叫大人对吼、哦？唔是啦，是大人要来掠猪仔啦！啊，害咯害咯！哎呦，遐个无良心的大人，搁要来欺负咱啦！诶，啊你哪会知影大人伫要来啊？我头拄仔吼有看因去隔壁掠猪仔，伊伤真疼衰。哎呦，实在超可怜的哦！哎呦，饲一个猪，着搁电器户口，恁这囡仔哦，营养拢无够咯。哎呦，等等来啊，来啊啦！哎呦，这是临时临用，倒是要安怎才好？那那先甲藏起来才去讲啊！啊，猪也会惊，要安那藏呢？藏在袂用的动的所在啊！嘛袂用的啦，迄猪仔会叫，哈、啊，啊无吼、哦，用棉被甲盖起来，嘛袂用的啦。啊，猪仔若乱动吼，去用抓到啊，啊就唔好咯啦。哈、啊，轻啊，紧嘞紧嘞，你较巧，想一个办法，你头脑上好咯。啊，有啊。哎呀，好佳哉吼！有阿钦啊啦，大概拢会出怪招，即届吼，唔知阁有啥物撇步啊！来了来了，哎呦，来，即马开始要来检查，恁有偷藏物件无？啊、你那是一直在喘，你敢咪是？你是咧哭啥啦？我话无甲你拍，无啦，伊较无胆啦，见着大人吼，拢会惊啦。哎呦，真实咧哦，阿钦啊，无你的代志，你先出去。阿钦啊，走愈远愈好。哎、欸，大人啊，那阁有啥物代志无？无啦，无啥物代志啊。安尼，大人你顺行。好，来去，我来去哦。看别人的故事，想家己的人生。今日咱活命人物介绍这位阿钦啊，吼、哦、刘星钦，吼、哦，想袂到讲这个人原来自细汉吼都鬼头鬼脑啦，自细汉真正伊都足聪明个呢，哇！所以这个人伊个聪明，后来吼、哦、用伫足济所在，唔是跟咱讲像咱即马知影讲伊真够画图之意，伊生活上伊个聪明带予真济人祝福，因为呢，以后咱嘛是一个足够发明物件个人，爱先来发明物件，你敢知？来来来来。
这就跟我背后这些机器人有关系啊！因为伊伫画伊红啊内面呢，又画机器人，哇，这个机器人足厉害，这个我细汉就看过啊。结果有人来刺激，讲，你画个机器人，迄拢假啦！你这个机器人这么厉害，生活上也无可能啊啦！咱只阿金妈气一个讲，假讲无可能，我家己画物件，伫现实生活中无可能吗？袂使，我一定要来想看卖咧，要安怎将这个伫头脑中的物件变作伫生活中，所以就开始想啊，因为需要就带来发明，所以阵伊就开始想啊，伫生活上遇到这个困难，要安怎解决咧？所以就开始发明物件咧。所以后来伊就真正除了画红啊以外咯，伊阁真正做一个发明家。发明家不是凊彩讲的呢，你讲我发明一项物件，我就发明家哦？无啦，你发明家就要发明足侪物件啦。所以我今日老三呢，即马这个所在伫我身后，就是叫做咱阿钦的发明馆，内底呢拢收集伊发明的物件，所以唔是干那一项两项尔啦，对不？像我今日来带个落雨，只好夹雨伞吼，来啊，雨伞一个麻烦哦，你收起来，滴个规色来，好加在有一款物件，吼。现在这个雨伞大家看得很方便的嘛，对吧？大家都在使用啊。这种雨伞就是我们阿琴发明的，不知道吗？怕到了吗？是阿琴发明的，他就是说奇怪啊，这雨虽然有雨伞，但是去车内去室内滴到满世界，他就开始想要怎么解决，他就想说发明一个东西，现在如果这样用起来，水都在这里面不滴到满世界。头一次我用过说这很好用的，不知道上网才巧，原来就是我们阿琴啊啦，伊还佫发明足侪物件，拢甲教育有关系。因为伊就一直咧想，免啊，互只个囡仔透过伊个发明，会当有更加好个学习。所以发明个方向，唔是对赚钱，是免啊帮助一个囡仔有更加好个学习个效果。所以发明个物件，真侪拢甲教育有关系。好厉害，阿琴啊！哇！老三后面一片山头，就是阿钦啊细汉大汉的所在。迄半山过呢，山的后面呢，就是伊细汉咱咧讲大山背，伊就是住伫遐，伊是合家人吼，客家庄，啊，所以特别的善。所以先做后来伊会足有成就吼，佫会发明物件，佫会画红啊，吼，佫做美术老师，这其实佮伊成长的背景足有关系。因为自细汉善吼，常常咧半山过呢，常常咧行来行去。啊，常常遇到足侪困难，拢会解决问题嘛吼。所以你看，伊后来画红啊内底吼，讲到伊快乐的童年，其实内底吼，拢咧讲伊的故事。伊将伊的生活经验全画入面，啊内底吼，伊红啊内底一个叫做小聪明，其实都是讲伊家己啦。吼，所以规个成长的背景吼，未输干那咱台湾版的《汤姆历险记》。哎，这位就是大金伯哦，啊，我手提一本呢，就是咱阿钦啊画这个红啊册啦，哦，都是因为吼，伊自细汉真聪明，所以啊，将伊的聪明发挥伫伊咧足好画图这个方面。最后来呢，伊转去读台北师专的美术系，毕业了呢，转伫台北个永乐国小咯做美术老师。啊，这个美术老师真特殊。伊会将学校要公布的物件用红啊画画咧，搭咧公布栏，所以大家是足爱看的啦。迄阵的年代吼，看红啊书就是囡仔吼上大的快乐，所以呢发生一个副作用，就是迄阵因所看的红啊呢，拢比较比较迄种的怪力乱神的武侠的，所以竟然有学生真正要走去山顶要找剑仙，教育单位讲严重咯，严重咯，怎啊讲啊无安尼啦，咱禁止叫学生啊拢袂当看。阿金妈讲，他会当安尼，红红啊菜嘛会当画好个啊，所以就画这本啊《寻仙记》，就是讲，去山顶要找神仙呢。其实伊个意思讲吼，以毒攻毒啦，啊，用画红啊，啊，甲囡仔讲，唔通一直咧看红啊书，唔通相信迄是真呢。所以就想想咧吼，既然这爱看红啊书的这个人遮济，不如呢，
伊怎用这个物件将好的观念怎带出来？所以呢，伊画这本了吼，足受欢迎的啦。伊怎讲？安尼我继续画，过来画什么？机器人啦、啊，哦，啊画什么？丁老师啦，画什么？小聪明啦，哦，足侪足侪只作品都怎出来？伊想要透过画红啊，伊是要五万公来教化这个社会，所以是足用心的呢。所以后来，伊的用心，甲伊年纪较大时呢，产生一个足大一个变化。竟然带来规个社区的改变。彩云迷蒙樱花间，火车遨游赛新鲜，大金箔来做伴，世外桃源伫内湾。我后面内湾车站，我拄啊念这四句话，就写咧车站的边吼。啊，这车站本来唔是观光地点啦吼，但是呢，自从咱阿庆妈授权吼，讲阿三姑大进步吼，想要来服务咱的乡亲，服务这个社区了，哇，台湾规拢改变去啊，即马变作一个观光地点，那拜六礼拜人偌济咧呢？你看卖咧，一个人伊将伊的创意，将伊的发明，除了运用伫伊的红啊，除了运用伫伊家己的生活上以外，甚至扩大到规个社区。所以现在台湾也因为我们阿庆妈的授权已经完全改变了，欢迎大家拜六礼拜有时间来这铁佗行看看，完全不一样，赞啦。来哦，皇帝哦，皇帝哦，来来，各位各位，不要那么快喝一个茶才继续行啦、哦、这就是叫做大进步的精神，对吧？我们刚才说好，这阿庆妈呢，竟然收一块尔，将伊的这个版权转让给大家啦，哦，带动咱地方经济的一个发展，这个精神对对来，对这个皇帝精神开始的。我身躯边这酒伊就是咱大进步，各位你有所不知，其实大进步就是阿庆妈因妈妈的化身啦。阿庆妈在画这个大进步的时阵哦，伊就是咧想到因妈妈的精神，对不？咱讲这阿庆妈就是拢真用心嘛，伊做啥物代志拢真用心嘛，伊家己投入教育界嘛是一个用心嘛，啊，这一切受啥物人影响？受因妈妈影响啦。所以就觉得讲，哎呀，阿公妈妈教我教足侪做人的道理吼，伊就将伊受因妈妈影响怎画做伊的红啊，原来是这尼啊好看，所以咱特别介绍咱大进步啊，大进步啊，就是一个传统的一个。客人的一个妇女，吼，真勤俭，啊，真有贴心。这个皇帝对对来呢，因为我讲过，因家住咧山顶嘛，啊，伊山路足歹行呀，啊，足歹行，靠人要去。有，因为因家附近古早时代都有一个矿客，人咧挖矿，所以难免拢有工人咧出入。咱大进步啊，就是阿起码因老母看到讲，哇，这工人安尼出出入入，迄个热天人。迄路遮尔啊遥远，也无 7-Eleven 对无？啊，要安怎？啊，皇帝啦，皇帝啦，怎伫因兜门口，怎茶果捧出来，互这个工人来啉茶？所以像这种精神，影响阿金妈真深真深哦。所以后来你敢知影？咱吼阿金妈已经甲七八十岁的时阵哦，年纪大哦，伊想讲啊，咱运动一下吼，家己安尼一块土地，家己来种菜安尼啦吼。正经伊就想起讲，啊，较早阮母啊，就是讲家己有剩，拢摕出来分人，对无？你想想来讲，啊，我种遮济菜，我即个年纪我也食袂了啊啦吼。哎、啊无安尼啦，我将我种个菜吼，放喺门口，一个爱心担，吼、哦，那乡亲也要爱，家己摕，哦，家己摕，拢无要紧，哦。然后伊即个爱心担边放一个钱筒啊，互人当来落钱啦，哦。所以即个爱心担吼，甲即卖呢，即几年来吼，真有特色。阿边阿公没有摄影机哦，没有摄影机哦，那家己欢喜甘愿的哦。你看这个人是不是非常非常的趣味的？透早老轻轻就穿好规身躯的家私，来到这块菜园啊。卖叫是讲，伊干那会晓画图加画饼哦。大家唔通忘记记，伊细汉时阵厝内是伫咧种田的，加做田的工课对伊来讲拢是小夸代志啦。以前的水果水果大粒，而且更是有机的呢。但是一个画图的人是安怎会走来种菜呢？因为我年纪大了，
正好我社区啊有一块空地嘛，我看了那么好的土地浪费掉，我就在那边种菜啊。种的菜我当然吃不完啊，所以我想，哎，要给谁吃呢？哎，对了，我就用这个大婶婆做好事的精神，放纵喜欢吃的人吃才自己拿。啊，钱嘛，照你的良心自己丢，中间放一个铁罐子，上面写着慈善基金。这个钱收到之后，就可以奉献出来给贫穷的人啊，帮助他。老乡亲讲，大金伯这世人以做善事为上快乐的代志，伊受到大金伯一生奉茶爱甲人分享的精神来影响，甲伊所种的菜来分享给厝边，而且甲关阿内面的钱，搁再捐给三家人，希望会当传承大金伯的奉茶精神。有些以为说奇怪，怎么有个摊子？啊，但呢，觉得都是做爱心活动嘛。啊，原先这边住我觉得很奇怪，也有人反应。但的话呢，这个是为了那个做爱心的，大家都能接受，也觉得蛮好的。对啊，那时候就觉得说，哎，怎么会在社区里头摆一个摊子啊？有点丑嘛，哦。那也有人说啊，希望说不要再摆了。可是后来就是经过这样一年的，然后老师又把这个钱奉献出来，其实我觉得很多人都有受惠到，因为摆在这边的菜常常就摆了之后就没有了，表示有人需要，然后我们也看到钱的增长了，所以还是有人爱心进来，所以其实是社区的心态是一直在改的，然后大家因为这样子，然后我们又有机会可以把自己的爱传出去，我觉得社区的想法，人的想法已经在改变了。良心大分享的理念，不仅是改变了整个社区的人的想法，这种随在人客随人心期待抗钱，对人性信任的这种做法，一个国小校长知道了后受到感动，也说要摆一个爱心大在他们的学校和社区，让大家将自己的东西来分享出来。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义，因为学生的品格教育其实应该重实践，就是落实在实行。那我看到刘老师哈，这个刘教授他所推展这个爱心摊哈，他其实蛮有意义的。他第一个就是诚实，第二个就是爱心，第三个更难能可贵的就是集合众人的力量。他还可以号召年轻人，号召所有的社区共同来努力哈，去帮助别人哈。所以我就想说，哎，也许可以把它引进到我们的学校来哈，来教育我们的下一代，教我们的小孩。富有的小朋友把他都一不要的东西摆在那边，让比较需要的、比较穷贫穷的孩子拿来用，结果哎呀，效果也非常好。大家以我有捐出去为荣，不是拿到我高兴哦。所以很多人就自动跑去校长，我今天有放什么东西给人家拿，有人拿去用哦，很快乐。所以可见的好人比较多。助人就是为快乐之本，一点都不错。希望把这个爱的精神传播出去。你想，大家都有这种奉献，不贪婪，哦，有荣誉感，就社会就安定了嘛，是不是？老三今嘛所徛这个所在呢，是伫台湾吼。由咱政府出钱哦，文建会出钱的，所专门筹备的一个关于着咱阿钦啊，伊的发明，伊的红啊，的一个纪念馆。为什么政府呢这么肯定伊呢？因为政府肯定伊用心听台湾，政府非常肯定这个人，伊唔是一个所做一切，上帝给伊的智慧聪明要用来赚钱，唔是安尼。伊一心一意自少年做老师开始。伊就一直在想啦，要安怎样好啊，疼这块土地啦。尤其当伊后来，当伊安尼七十岁阵认捌上帝了，伊这个概念也更加清楚。自细汉上帝给伊聪明，给伊智慧，自细汉就用上帝给伊的才能，伫服务咱这块土地。伊是上帝给咱的这块宝。在七十岁阵，伊真正认捌到这位创造伊的上帝。伊知影讲，伊所有拢是对上帝遐来。这阵伊更加有使命感嘛。伊就在想啊。我变那是用我足够为红啊这个部分，这个部分会当来服务社会，所以呢，伊后来你看嘛，伊就开始来画啊，伊将吼
台湾咱过去民俗，咱的生活，拢全用伊的红啊，用伊的这个画图的天分，拢全来画出来。所以这个图的内底吼，有真侪真侪台湾古早的生活，有真侪真侪咱细汉时耍的物件，因为伊感觉这种物件，拢是咱生活中真重要的部分。所以就慢慢慢慢开始，伊就慢慢开始呢，用伊的画图。哦，搁再加上文字，或者台湾的生活的种种，拢总会通，或者咱这个后来这个，尤其咱的囡仔，哦，会了解，会了解咱过去先人因安怎样的生活。啊，当然这个部分吼，后来要经过咱的政府的肯定，有138的图呢，拢已经政府拢甲收藏起来了。伊也得奖无数啦，得有够侪奖的啦吼，真侪奖状啦，自古早就安尼得真侪奖，啊特别足侪对伊的感谢的，即有够侪。即你看到即款的一个人，甲即马即个岁数时，伊更加体会到生命的可贵，所以甲即马也搁咧画。但是即马咧画即个方式改成无同款啦，伊即马所画就是讲将咱的生活方式来保留落来。将咱这块土地过去，值得会通让这些青年囡仔，因过去无机会经历过，透过伊的话，甲留落来，就是五万公，将咱这块土地的精华，将咱过去百年来的生活的经验，会通继续传予未来这些子孙。所以讲，这个人就是一个用心的听台湾的人，伊做甚物代志拢真用心。虽然年纪大，伊依然非常非常的用心。所以，五万咱所有的朋友吼。那么通透过阿钦的故事吼，咱得到一个足大足大的一个启示。客家有一个天穿日哦，原来这个客家人啊，开垦的时候啊，用火去烧那个森林啊，结果引起火灾啊，哇，烧得太旺了，哇，天怎么有一个洞，很多烟冒上来。老轻轻上出名的是加在粗鄙的红阿菜甲发明，但是大家所唔知影是，这几年来老轻轻无过再过阿三哥甲大金伯，改过台湾古早制草鞋、水牛犁田、打水车、甲拍铁啊，才变俗，好亲像台湾古早的生活方式，搁再一摆在伊的画笔之下画得起来。我小时候读书的时候是日本教育啊，日本人教育的时候，所有的材料，所有的那个课本啊，都是日本的文化。一光复大陆过来，马上就变成大陆的。台湾的在哪里？没有，变成空仓了。所以说啊，我就讲这一段呢，我要把它记录起来。因此我就开始画，结果拿给人家看，讲对了，这个东西啊，你要是不画，就没人知道。后代的子孙就完全不会知道你以前的生活是什么样子。老轻轻到目前为止已经画了300多张的民俗画录，为了珍惜台湾上珍贵的民俗文化，台湾历史博物馆特别收藏180件老轻轻的民俗画。我第一次看到刘先生的画，我就觉得很有意思，因为我们很多的收藏的文物都在他画里面。而且活生生的，里面有人在使用，在制作，好，而且他画的面向很广，啊，特别是很重要是有很多这个台湾人民生活的东西。那另外一方面，大家比较不注意到的是百工匠师啦，就是百工各种行业的人，不管打棉被的啦，哦，打铁的啦，哦，捧米汤的啦，哦，什么这种各种生活样相的，在街头巷尾那种生活样相的，这些照片其实很少。而且因为照片常常拍一个角度而已，画画可以把想要表现的都画在画里面，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。那那一部分丰富了很多人民生活的史料。上帝给我一个福分，也许是给我一个苦啦，就是因为我又会画图，所以我不得不只有变成有使命说啊，我既然上帝给我这个技能，就是要我完成这个工作，我就从那个时候在美国就开始哦，日以继夜，就赶快记录这个我们过去台湾人的生活，把它记录起来，把它画起来，还说明哈。
所以我向上帝讲，上帝啊，你不要这么早叫我回去哦，还没有画完哦，所以我很努力在记录。老乡亲退休了后搬去美国，原本是真欣赏西方国家进步的成果，想袂到讲离开台湾，才发现家己的文化是真尔水。伊甲上帝祈祷，希望讲会当挂较久咧，为了是要画搁较侪台湾渐渐失传的民俗文化，好后代子孙会当来认识台湾过去的生活方式，来了解台湾这块土地文化的珍贵。真正有用心，大家拢咧讲爱台湾，但是像阿钦啊，这种继续用伊的红啊咧画画咱的古早生活。这种人真正对这个土地非常有感情，甲今啊，伊讲无论活到外老，伊拢要继续画啦。哎，你今日画什么啊？我，你画古早的生活方式啊？哇，足趣味的呢！恁这囡仔吼，食米唔知影米价，我用图画画予恁知影这古早的物件。哇，赞赞赞！哇，原来哦，米皮是安尼做哦。是啊，上帝给台湾的文化，拢是靠我这支笔来记录。哇，你个话，你个话，来。非常用心的一个人，你若跟伊斗阵吼，你会感受到这个囡仔吼，囡仔，这个老人其实是囡仔。所以咱讲讲到这个囡仔。在人的印象中，永远伊就是一个囡仔。即卖已经八十几岁吼，你若有机会去甲看，拢无成，拢无成，迄叫做老顽童啦。伊讲一句话，伊讲吼，我祈祷上帝，我食较老咧。足侪人拢嘛讲，上帝啊，我已经足老的啊，安尼有够啊，有够啊，紧甲我接去。人伊毋是，伊毋是安尼。伊讲上帝啊，我顶下食较老咧。因为吼，在我的心中，在我的脑海中，还佫足侪物件也袂画咧呢，我要拢总甲伊画出来啦！拜托，拜托，拜托，好我活较久咧啦，活愈久吼，我著画愈久啦。咱先莫讲上帝是毋是真正互伊长命百岁，但是敢若这种的心，都已经使咱非常的感动。这叫做台湾的精神，这个是台湾百年的人物，活伫咱这块土地，有这款的人，实在是真趣味，麦当讲是真用心在生活的一个人。你看到伊自少年的时阵，伊就真有伊家己的想法。当伊规个人生的过程当中，伊经历过真济代志，但是到最后，伊上界想要做的代志，就是将咱这块土地、咱平民的生活、一般老百姓的生活，用伊的红啊，怎甲伊画落来。咱就希望将来咱的囡仔去看的红啊，竟然甲咱细汉时阵看的红啊，竟然是同款的，而且透过这红啊册。咱能了解古早的人是安怎生活，了解古早的人生活的态度、生活的智慧，这个就是咱将过去的文化继续甲传落去。一个八十几岁人，也阁亲像囡仔同款，这么用心、这么热情，也阁在生活呢。亲爱朋友啊，看到这个故事时哦，咱家己也想看卖咧啦。咱对生活的态度到底是啥物呢？要认真想哦。后一集继续收看《台湾活命力》。Yeah.